今天在市政府，我见到赵正南了。哦，是吗？玉蓉，昨天，等一下，什么声音？ 飞机！喂，什么？大点声，我听不见。 留下来负责隐蔽警戒，其他部队有序撤回到防空洞待命。师长，这里太危险了，您去防空洞里避一避吧。炮兵连怎么回事？怎么还不开炮？估计是电话线被炸断了。给我命令还不会开炮，走！走，快！ 军队是不是都死光了啊？怎么到现在了还他娘的不还手啊？还手？估计早跑了。听说新来的师长可是抗战英雄啊！照这么看，你他娘的是个怂瓜蛋。这是咱们的防空炮。防空炮？这么说，咱们的人。 可是被人干起来了，太好了，打！我们就有打他干什么？赵正南是师长，他应该很安全。希望如此吧。大夫，这边需要人。 别着急，马上就好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师长亲自去防空阵地指挥的。炮兵连的连长死了，手底下兄弟没有命令，不知道该咋办。师长去了之后，那才开的火。我听说防空阵地的人死了不少呢。好了，可不是嘛，那小日本的飞机就往他们那扔炸弹。 小心胳膊！看一下，你们刚才说什么？你们说的是周雨婷周市长吗？是啊。那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不知道。